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晓彤，我现在在王牌对王牌的我自己的化妆间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每周都有一个舞台，是吧？每周都有一个跳舞的舞台，然后这一次也不出意外依然在。然后我们这一期的吃吃喝喝美美就是记录我的舞台全过程，到底是谁在吃海苔？小雪。好了，没关系。我是嘴馋，我不是能吃，对吧？真的太好了。然后这整一期就记录我是怎么学过来的这个菜艺，展现我的优秀的这个智慧，然后这个记忆力来了，来了。今天是什么才艺呀？今天学的哪个呀？天哪，好难呀！我要去练了。今天又是能量爱豆的一天。你现在要干什么去啊？而且这一期的这种舞蹈，我觉得脑子包括很多种方式。真的，我老太太的心了。我已经把这个舞蹈学完了，真的是太难了。是子怡姐在《十面埋伏》里面就是敲鼓，就是击鼓的那个水袖那一段，真的太难了。就我跳舞也需要信念感，可能此时此刻我就相信自己，我可以，我能行。然后现在准备就是去妆发，我先吃一点东西，然后就妆发，然后就要跳这个舞蹈了。当时看电影的时候觉得子怡姐的那个造型太美了。然后一会儿我也要就是做一个模仿吧，我只能说是模仿。我要带着这个跳舞，我这可不是秃啊，我这是胎毛，我的发际线还挺好。我觉得不行，那还粘你吧。是我刚刚没看见。你等会儿别动。先抹嘴吧。我先别动。我们别挑战了，真的挺难的画画。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唇峰不是特别明显的，但是我想仿那个就是仿的唇峰明显，然后下唇是比较饱满的那种。现在已经画好了，然后最后调整一下这个嘴巴，然后还有戴发饰，然后就要开始去录了。真的是现学现卖，今天真的是有点红红的，但还有比较重，反正能尽量的能模仿到最像吧。那也希望我的跳的能跳好一点，感觉动作已经忘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加油吧！转变来了。一圈，清风无人问，诗经万般尘，与君酌星辰。